唱诵欢迎歌，迎接来自30个国家的企业家，首次参访慈济人文置业中心。全球重大天灾战祸中，只要做得到，志工千杯一副。满满行程中，介绍影片作为开场，来自美国的 Dana 感受到善的力量。Incredible! It's very emotionally moving to see the good work that's being done, not just in Taiwan but around the world, by this organization. 慈济的这个120几个国家的置业，是由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来管理的话，他们有办法管理吗？所以，因为他们是企业家，所以我希望说能够这个让他们有一些思维上的撞击。庄自强8年前曾带领企业家前往花莲认识慈济，许多人看到爱能跨越国界和宗教，感触很深，也因此让他决定要带领更多人来认识。你看到了，有电视台，有8家医院。慈济志工一一解说缘起，上海的企业家陈灿灿拿起手机记录这一切，决定回去之后要有所改变。带我公司的员工，包括我的家人，包括我的朋友，去慈济那边一起去参观，包括一起去做一些志工类的一些活动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简单的参访，播种爱的种子发芽在你我心中。带新闻林一婷、吴博勋台北报道。